早起来的时候呢，我的两只脚肿跟那个米糊一样，按下去之后有没有弹不回来？对，要一下下才弹回来，很久。然后我只能靠什么抬腿啊，或什么，然后稍微比较消肿之后，然后才有办法穿鞋。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到宜兰，因为我以前很爱去宜兰冲浪，在雪隧里面完蛋了，完蛋两个小时半呢。快到下宜兰交流道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声音是高八度的。加起来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